漂亮的风景。包场的感觉，摩托车有没有骑比较顺的？摩托车骑比较顺的哦。OK， 前面就到了双星石窟了，就最漂亮的地方了。我们等一下就到双星石窟，拍一下最美最美的秋风的双星石窟。双星石窟就在正前方喽！旅行一件事，拜拜。